上课可以吃东西吗？口香糖吐掉。 你，你，你，还有你，上来。在黑板上写下"我去学校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式"。不会。好，那把你们会的英文写在黑板上。 太惊讶！你们是靠什么撑到今天的啊？国中毕业，连 A B C D 大小写都还分不清楚啊？要是我早就不敢抬头了，要是我早就躲在家里不敢出门了。老师，我们程度很差啦，会来念这边的、哦，英文联考的时候都不到30分啦。嘿，妹。 老师那么正经干嘛？一起休息啊！还好意思说啊？只要是我曾玉珍教英文，就没有放弃的理由。现在我要你们拿出一张纸跟一支笔，把 A B C D 26个字母大小写都写出来。我要知道你们每个人的英文程度。动作。 需要可以化妆吗？这条口红我先帮你保管。你这次成绩还不错，下次如果可以进步20分，这个我就还给你。我想大概就是你们这种一切都不在乎的态度，才会让你们的成绩像烂泥摊在地上吧。 如果你们现在还搞不懂音标，搞不懂26个英文字母，你们怎么对得起以前教你们英文的老师？你这个怎么念？ F， 这个呢？坐下。你这个怎么念 ？V， 那这个呢？是 V 啊。坐下。我。
相信在你们当中，有些人可能会念，但是却一点信心也没有，是吧？学英文最重要的就是单字，只要你会念那个字，你就记得起来。你有了单字，才有可能组成句子。可是你们连最基本的程度都没有。或许有人觉得想要放弃了，但是放弃对我来说，那是懦夫的借口，那是缩头乌龟的行为。放弃，这是英文片语的放弃 ，give up。如果你们还想躲在乌龟壳里面，继续当懦夫的话，我一定会把你们拖出来的。魏君婷20分，陈念慈38分，张芙蓉32分，张嘉宁33分。好了，不要剪了，不要剪了，还没拿到，不要剪了。你们到底还要烂到什么时候？从拿到这次分数开始，以后每次考试要进步5分或是以上，达不到标准的就留下来课后辅导。以后上课要准备3本本子，一本笔记本，一本作业本，一本考试本。上课要抄笔记，下课收回老师批改。下次上课的时候，第一件事情就是检查作业，第二件事情就是重温前一堂课的内容，或是拿出考试本小考。我再说一次，学不会就不要回家，你们不回家，我也不回家。下课。Thank you. 陈老师，你不用再看了啦。为什么？你是不是想要做家庭访问啊？高职生是没有在做家庭访问的啦。就算你做了也没有用啊，他们这些啊会考进我们学校的这些学生啊，他们大部分啊都是先天不良后天不足，而且啊他们家庭环境都不是很好啊，是不会有人关心他们念不念书的啦。望子成龙望女成凤，每个家长一定都希望孩子能够更好的。如果真的就像你所说的这样子，那他们为什么又会考进我们这所学校？书也没什么不好啊，他们可以帮家里头赚钱，即便他们考不上好的高中，也不能读上理想的高职学校。他们来这里也只不过是想混一张文凭而已，你呀就不必太替他们操心了。吴老师，不能因为家长没有能力没有心就放弃。如果我们做老师的没有让学生达到最低标准，是我们对不起孩子。我希望学生们至少要具备各个学程的基础能力，这样才是教育的目的啊。你又不是第一个教到他们的老师，也不会是最后一个，你的使命感啊不用那么重啊。吴老师，刚刚我听见商业经营课上英文课的声音啊，那个新来曾老师声音真大声哎。我在发考卷，给他们一点精神训话。原来如此，我还以为发生什么事情了。不好意思，如果有吵到你的话，我下次会注意的。我电子科还有课，我先走了。你已经没有选择的余地。你会是 Indian 啦。
老师，我们去年也是这样过来的啊。哎呀，大家轻松一点嘛，好不好？交个朋友不是很好吗？交朋友，我从来不跟我学生交朋友。站在台上，我就是老师。老师有老师的专业和威严，想跟我交朋友，等你们格调够了再说。肚子饿了吧？我们先买点东西垫垫肚子。好。蓝外妈都说啊，你是最认命的小媳妇儿。什么认命？我就是造命改命。买快点哦！如果时间可以的话，二哥说的那三个工地我都想去看。好。你看，你两个，我一个。运气真好，好多面包都在特价。那要不要多买几个？不要啦，干嘛那么浪费？回家还要吃饭呢。老板娘，谢谢。谢谢。不是，我们去附近的公园吃，顺便休息一下。好。成绩，老师非常不满意。老师相信，你们也很不希望看着自己的同学一直被处罚，所以老师想了另外一个方法。我把全班分成 A、B 两组，被分在 B 组的人都有一位 A 组的小老师。老师跟 A 组确认教学内容之后，就让 A、B 进行一对一的教学。A 组的人每天要打电话给 B 组，确认作业。以及考试是否有准备，老师会请班长把名单贴在公布栏上。好，该处罚的还是要处罚。李建贤，33分。我觉得我们要不要跟学校反映一下啊？像他这种暴政，根本就是在逼我们罢课嘛。对啊。哎，方一婷，方一婷，你怎么啦？今天好像怪怪的。对啊，怎么今天这么难得，都没有听你骂女暴君任何一句。对啊。我昨天在外面遇见老师和师长。师长帅不帅啊？
老师，嗯，很奇怪，那个曾老师他们班都站着上课吗？站着上课，我想应该只是处罚吧。哎，我知道说他规定他所教的英文班级啊，英文单字都要满分呢。怎么可能？哎，职业学校从来没有英文老师这么拼哎。他说英文单字啊，就是要靠背的，有背就有分数啊。所以学生啊，只要错一个英文单字，他就打一下。哇，这也太严格了吧！这基本上啊，他根本就把他们班的学生当国中生在教，从字母啦、单字啦，这样一个一个慢慢教起。哎，大写不会写的就去教大写，这小写不会写的就教小写，这个单字不会的他就教单字，这音标不会的他就教音标。哎，他还绝对不准学生打瞌睡，只要有一个趴着睡觉啊，他就把他叫起来。甚至于有人睡着了，他就干脆不上课了。是哦。做笔记要有诀窍。老师，请你们看看我做的笔记，你们就会知道诀窍在哪里。老师这么认真的做笔记，代表我对教学跟对你们的尊重。所以我也希望你们同样尊重自己，还有尊重学习。请你们仔细看一下，我有多尊重你们。在每一次上课之前，我花了多少时间跟精神在准备教材？你们应该比我还认真才对。现在你们继续传阅，收到同学起来背前一课的单字。写这个做什么？没有用。走了。好。顾玉琪 ，announcement。不会。天哪！他到底要捡多少根冰棒棍啊？既然这么坚决的，一定要把我们教到会。睡着了，可能特别累吧。干嘛？哦，干嘛吓人啦？这么阳光啊！废话，我才不想要继续被女霸凌欺负嘞！哦，每次发考卷他就要打，我长那么高还被打。说不过去吧？对啊，很痛哎，而且我也不想每次都站着上课。嘿妹，那无钱买旅游金啊！哦，你去了巴拉呢？对啊，差我手都快烂掉了。好了好了，不吵你们用功了，我们去念书。哎，你们今天要喝什么？我今天要喝 ice cream tea。你嘞？我点一杯 hot red tea with lemon juice。红茶不是 red 的吧？是 black。哎，你还敢讲我们嘞？你还在偷背单字？对啊。怎样？不然来比，这是谁进步最多啊？你就比啊，怕什么呀？好，那我们不可以反悔哦。OK。我们一定赢的。对。镜子的英文是 mirror， M I R O R， 它是 lipstick， L I P S。
答案，你就 I beat you。I 是主词嘛，对不对 ？Be 或是 hit 都是动词，了解吗？要反过来。老师，怎么啦？这下子啊，大家要鸡嘴变鸭嘴了。发生什么事啊？这么严重？考试结果出来啦，曾老师的班啊，成绩排第一。哇！哎呀，人家教学那么用心，让人家拿第一也不过分吧？可是你知道吗？曾老师教了三个班级，英文成绩正好排第一二三名，哎，而且第一名的平均分数还比第二名的多了20分，哎，真够夸张了吧？这可是奇迹耶！哎，这间学校创校以来还没有这种事情发生过，哎，怎么可能啊？我看校长也吓到了吧？没有，是大家都被吓到了。我看啊，连学生自己都被吓到了吧？对呀，他竟然把不可能变为可能，哎，他真的有办法把学生改变成这个样子，哎，我看我应该啊去恭喜他一下。啊，你要去恭喜他？对呀，当初我们还看好戏，等着看笑话，哎，可是人家现在啊是以成绩去证明人家的实力，我当然要去恭喜他。而且说真的啊。真的很佩服他耶，佩服，真的，真的让人不得不佩服。我知道，对你来说，这世界有。你们真的烂泥，终于可以浮上墙壁了。不要谢我，谢谢你们自己，是你们自己的努力换来这样子的成功。你们做到了，我也做到了，我们一起证明了，只要努力，只要不放弃，就可以找到地球的支点。你们说对不对？欢迎，小姐妹。我会牵着你的手，我说过，让你的成绩进步10分，这个就还你。不过我想，你现在应该不需要他了，因为你的脸上多了一份自信的美。那，谢谢。各位帅哥美女，你们这次表现非常好，但这只是过程，不是最后的结果。也许你们以前只是在地上爬的毛毛虫，但是谁说毛毛虫永远就是毛毛虫？有一天你们会结成蛹，会羽化成美丽的蝴蝶，这就是蜕变，也是成长。你们会更好的，大家继续加油，可不可以？
想的事。